这就是东方东正教啊，东方正统教派的这个叫建筑啊。哎呀，这边还有一个这个Playboy 啊，很有意思。我觉得这个吧呀，晚上可能就是有一些性感的表演。说实话，我倒很想进来看一看，但是自己进来也没啥意思。看看能不能到时候拉一个人一起进来啊，自己进来没啥意思。Playboy 啊，这是个 restaurant， 这么大。这边的楼盖的都很新呐、啊，都很新啊。我觉得这种楼的颜色显得特别华贵，不知道为啥啊。但你看那边车都没有什么好车啊，都是一般的这种车辆。